一部分钱帮助青年一些未婚的妈妈，我们叫珍珠妈妈，没有结婚就怀孕。四月份才讲的珍珠妈妈，韩国瑜效率超快，讲完不到两个月正式启动。很久很高兴的好朋友，先跟各位有爱心的这些善心大人、各位企业家，先生致上最高谢礼。今天6月3号，我们来正式成立高雄珍珠妈妈之家。韩市长身段再度放软，跟到场的捐款企业家一一弯腰答谢。讲到未成年小妈妈，韩国瑜满脸忧心。但是这些女孩子，如果全国来看，大概将近3000位。这些20岁或者18岁以下的女孩子，小女生，可能大部分都在就学。她真的发生到怀孕的话，她的人生真的有可能从彩色变成黑白。你看她面临到的路，谁能帮我？短短3个月筹备完毕，募款将近500万元。韩国瑜推动的珍珠妈妈也亲自主持，展现超快效率。就是将近490几万，所以我们就讲500万左右。这些爱心人士真的让我们很感动。这个计划筹备将近有3个月的时间，那将近有500万，我想未来将近2年左右的费用基本上已经完成。高雄市财政全国最困难，但韩市长到处募资，再怎么难也要帮助小妈妈。韩市长政见再度兑现，市府团队效率人民都看得见。记者王家庆、高莫柔 SM 小组高雄报道。